还是哦，这是一个可以单人可以多人玩的，可是单人很难，难到一个翻掉。先来示范给爆们，就是这游戏该怎么玩好了哦。这游戏啊，就是哎，这是一款多人合作的游戏，对，多人连线合作的射击游戏。基本的难度是哈扣，然后这边里面哈扣还有传说中的哈扣，哈扣中的哈扣。那我们先玩一般的 classic， 然后这边有很多地图可以选，都是免费的，就像游戏里面一次买一段。然后这边可以选职业哦，就是很多很多不一样的职业都有不同的功能。像我选 rifleman， 就是拿步枪的。然后右边这边就是我的道具栏，我可以把所有道具全部都给拿掉。下面就是我的就是负重，可以带15重量、15单位重量的东西。那首先先选我的主要武器，每一个职业的主要武器都不一样。这边有4把，那我就拿M16， 然后上面的配件你都可以自己选，它不像是你玩什么 CS 或者玩什么 CSO 或者玩什么其他的什么网络游戏，你需要自己去抽枪，自己去干嘛，完全不需要，完全不需要，你需要什么配件装上去就对了。那你只要不要超过你的重量就行了。所以我看一下哦，这边可以选一些狙击镜啊，我选一个 Red Dot， 就是一般的小红点。然后这边就是它是增加它的威力吧， HeavyBarrel， 对，那这边你可以去装那个手电筒，或者是装红外线。这款游戏强调就是拟真，里面的手电筒闪到人的话，敌人会看不见东西，所以还蛮强的。如果你可以闪得到人的话，那这边还有一些就是增加稳定度，然后子弹这边有什么穿甲弹，什么 HP、AP， 然后一般的 AMO， 我们选一个 AP 好了。然后这边小枪你可以去选。那前面这把左轮呢，就是左轮跟上面这一把。就是完全是不需要有重量，可是你可以自己加装东西。像左轮我们都知道需要子弹一发打进去，就是放进去，那里面可以选择就是快速装弹，它已经帮你模组化好一个，你就是直接把整个弹药压进去就行了，就是很方便。可是如果你没有装这个的话，你就要一颗一颗子弹慢慢换，在紧急的时候这个东西其实还蛮重要的，所以我把它换上去。然后这边可以再一样选它的子弹，我选个我刚刚前面那个选 AP 对不对，这个选 HP。 然后我现在还有3公斤，这边是爆裂物，其实我不常丢这种东西，我都觉得我丢不准，所以我就不选这个。那 armor 就是你可以选择你的衣物，就是你要是轻装或者是重装，我选重装好了，因为我很怕死。对，如果你还需要更多弹药的话，你可以选择。那我就选这样，然后我就不能够带东西了。然后之后我就按开始。其实游戏还蛮难的，真的很难，你这样看就知道了。现在这是我的队友，都是电脑，笨的跟什么一样。干嘛讲？真的笨的跟什么？他们还是有他们的作用，他们可以当沙包跟炮灰。他们就是沙包跟炮灰啊！好，准备开始喽 ，Go go go！我们要抢 A 点 ，A 点在正前面。然后我忘记这款游戏怎么蹲了，我只知道，我忘记这款游戏怎么趴下，我只知道蹲下。那个键盘上面不是有个大王，是那一颗吗？什么？键盘上面你每个都按的。而且这里面的射击的音效真的是很酷，我觉得。2016年的开台就歪了。什么？2016年第一次开台就歪，完蛋了，今年会很难过。我这游戏没有调最高画质，因为这游戏其实还蛮吃效能。效能的。其实如果调到最高画质的话，可能就没办法开台了。不、欸，后面啦，笨蛋。死掉了，死掉他就不会复活了。他很拟真，然后队友就跟白痴一样在那个地方给敌人打。所以我们等一下还是玩线上模式。线上模式，你看你在干嘛？这里是战场哎、欸，他在发呆。你们戴着墨镜就很酷吗？你是唐松吧？他的名字叫做 Rock。进去了，醒醒啊！这里面的电脑 AI 真的是笨的跟什么一样。我们还是玩那个多人模式好了。啊，难度是最难，又是那个 brutal。一二三四五六，六个人。三二，又是你唐松。这个唐松真的很可爱，我不知道我长得什么样子。我们可以讲废话。好飘哦，这把枪我驾驭不了。没有子弹，没有子弹。
我不知道我在打什么了，快闪，快闪！这游戏很拟真，就是你弹要用完的时候，你哦，你被炸死了，你只能自己主动换弹夹。你没有弹夹的时候，你就是一直在那边空点，就啪啪啪啪啪空点，没有子弹跑出去。它不像是你玩的 CS 啊，玩的 Call of Duty 那种很大众的游戏，它会自己帮你自己自动 R。所以换子弹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。玩这款游戏，你就会很频繁、很频繁的换子弹了。我觉得 AVA 跟 CSO 啊，没有比这款游戏好玩。每个游戏都有每款游戏好玩的地方。这款游戏好玩是在拟真，而且它买断制，135块买了，里面什么东西都可以用。CSO 不予置评。Loading， 冲啊！哎，剩四个人嘞，大家都放弃了。哎，又有新的人加进来了。好，我们继续朝着第一名迈进。不行不行，我们等一下下一场来开开看好了，不知道有没有 Bob 可以加得进来，尝试开开看。这里面有些子弹，它有那个像我们刚刚在配子弹的时候可以配。穿甲弹，躲在这种薄薄的铁片后面的话，就被打穿，还是会有伤害。死人还活着？哟，快满了！旧的人走，新的人来，所以代表这一场还是有希望的。我们去开卡车，我狼，就 A 点是不是？OK， 嘿，哦，摔伤，哦，那是燃烧弹。你看右上右下角那个地方有写 Kudiki Destroy Alpha， 我们把 Alpha 给解决掉了。这是怎样？很多人吗？哎，解决掉了。哦，这是自己还是敌人？好，我们现在绕在后面就对了。I have to reload。我们走海滩，冲啊！红彩六号也是一款很不错的游戏，新出的。这款游戏是旧游戏了，很久了，好几年了，至少我去年就在玩了。大家跑去哪了？嗨，要去另外 B 点对不对？我还有吗？我还有一颗。Nice！ 哎，我现在是第一名。我冲到第一名来了，好欸，接下来是 C 点，欸，我都没有死欸，为什么左下角一直有人在 TK 队友啊？你叫我好邪恶哦，这样不行啊。我还有吗？我不知道会不会砸到自己人，丢就对了。应该没有砸到，砸到会跳出来。我没有东西可以丢了。这跑过去吗？哎呦，等一下，这边好像有人。这块到底怎么？我不喜欢这个地方，这感觉就是一颗 RPG 过来，我就是要见上帝了。这个家伙在干嘛啊？他一直在打队友哎。就是你，他一直出现在左下角。这个人是你杀的吧？喂 ，I feel good， I feel good， 外国小屁孩，What？ 怎么一瞬间剩下我还有他 ？I feel good， 噔噔噔噔噔噔噔。I feel good。
我是最后一个人了。哎、欸，那 Charlie 在哪 ？Charlie 在这。哎、欸，剩我一个人嘞、欸，好哎、欸。啊！他刚才跑过来这个地方说 ：“I feel good。”啊！太好笑了。啊！这个 L 开头的。复活了吗？复活了，复活了，队友嘞，队友在后面。我的耳朵又耳鸣了，又听不到东西了。还活着吗？还活着。去楼上好了，我没有去楼上看过。哇、哦！我刚刚如果还在下面的话，我就喷了。不行不行，有人看到我在这里。太有怀了！你怀了！我刚刚遇到一个外国小屁孩、欸，怎么说？他一颗手榴弹把整队全部的人都炸死。而且他在送死之前还说 I feel good。什么鬼、啊？完蛋了，行为偏差，很恐怖哎、欸！哎、欸，又是你，又是他，就是这个家伙，先把他射死。You dick shit! You dick shit! I'm sorry.啊！被他骂了，够了。哎，胡子、欸，哎，我还是第一名，我这样随便乱玩还有第一名，继续，去低点，去低点，走，肚子好痛啊！我刚才称赞完那个外国人，人很好。就马上打脸。好了，就是不是像外国人，可能不见得每个都这么友好。可是我们相信呢，大家都是善良的。真的。他可能那个小孩可能是因为学业上太繁忙了，所以他需要一点无脑发泄的空间。不行！New magazine。太好笑了。人类，我怎么没看到？有人跑进来嘞，好危险啊！应该打到了。这边巷子那个柱子太多了，他们走两步就进到掩体里面。这里有一只。哇！也太会了吧！我不行，我挂了。咦？为什么有日文版本的、啊？为什么？把我们都变成推销员了，是不是？这款游戏的推销员，而且还出现日文版本，是怎么回事？但还不错啊，多国语言。You dick shit！ 啊啊啊 ！Area's clear. I don't see anything. 好，我们去站下一个点。我刚刚想说，我不在十分钟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，让我一会儿你就如此爆笑？太好笑了。刚不在十分钟，跑去做十分钟的有氧。我复活了，我也在很努力的战争。可是，你看手电筒超烦，一直去亮。是怎样有病啊？是那个吗？不是，是不一样。我以为还是那个小屁孩。韩国语言的广告出现了。有韩国版的 是？哇，爆们真的很厉害，精通各种各国语言。真的。什么是 F 点？卧虎藏龙哎、欸！不要开着手电筒好吗？
是怎样？是不是？不是看不到。不要变回英文版本啊！什么变回英文版本？他们把广告变回英文。这是什么西班牙文吗？还是法语？你们根本就是在用 Google Translation 好不好？中文不懂哦、啊。真是。出现一个日文，我还觉得哦，这么高，有点厉害耶。英文也蛮厉害，英文我可以接受，其他英文语言是怎么回事？刚刚队友变沙包了，他是我的肉盾。剩下三个人，那个小 PS。认真玩，看我是不是小厉害。哦，我是最后一个人了。稳重，稳重，稳重。Last man standing。就是要稳。好了，我不要再贴其他语言的广告哦。好，适可而止。等一下，我现在是最后一个人啊，整队就看我了。安静，安静。还有人，他打 fuck you， 真是很屁耶、欸。对啊。All right, we're getting foxtrot。有没有抢到？有没有抢到？还有人吗？好危险哦！危险，好紧张哦！他一开始投票踢人呢、欸，他在踢 Batman， 你杀他吧！他怎么那么屁呀、啊？超屁耶、欸！不要理他。他们开始起黑了。他的头贴是黑人，然后那个 Batman， 他就说 ：“This nigga is trying to kill me。”Changing magazines. Fuck him. 他们臭屁的、欸，我不行了。你看他们开始互相投票，互相踢对方。真是啊，我不行了。这场根本玩不起来。哎呦，我 carry 好不好？我 carry 这一场。英雄内战。至少痛，我知道其他地方走了，真的好危险。发现自己人很危险的，你知道吗？真的，自己人才是敌人呢。没有子弹，没有子弹。二三四，哎呦，台湾人哎、欸，啊，台湾人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不错不错，遇到队友了，走错路了吗？好好好，台湾人加入哎、欸，是哟、哦，哎、欸，台湾啦，要踢他吗？踢啊，是按哪个踢这个吗？有人吗？为什么刚有子弹？啊台湾 number one， 他被踢之前还骂了一句。哎、欸，我要怎么去那一点呢、啊？哦，这里就是。一二三，剩三个湖人。对。哎、欸，台湾人不见了啦！台湾人消失了。没关系了。收到！不行，这个好危险！前次用字注意一下哦。嗯哼，不要讲脏话。Yep， 我们要遵守网络礼仪。这场好欢乐哦！这是玩这款游戏数一数二欢乐的一场，是必须要剪精华集啊！而且我表现得如此优异。
不要再说之前优异的。哎，我这不优异，我怎么啊？这个 key 啊，真不知道该怎么讲。这场也算是一半我 carry 起来的。No！ 我没有记错的话 ，H 点是最后一个点了。抢到之后再啊，他们在 taking hotel， 哎、欸，还可以做滑行的动作，我怎么玩了一年都不知道？滑雷，对啊，抢到这个点之后，还、欸、剩两个人哦、喔，然后还要撑一分钟，完了 GG 了。究竟行不行呢？哎，赢了，没有撑一分钟。耶、yeah! ！我出现了，我出现了，爸爸，我出现了！我出现在 VIP 榜上。哎、欸，有人打阿神安安呢、欸？哎、欸，是那个爸爸哎，这是爸爸。我刚看到左下角有人打那边，好棒哎、欸！很少看到我玩射击类游戏，对不对？其实不差嘛，对不对？不差哦，还不错呀，是不是？没有说很优异，但是也没有说很烂。这跟职业比当然是这样子，可是。说真的，我觉得我没有很烂、啊。不是垒包呀？对吗？我不是垒包，好不好？我认真玩的时候还是很认真哦。是的，很强呀、啊。好啦，就这样子了。好啦，差不多是这样子咯。大家晚安。麦麦。麦麦。